我们的联谊。奇姑切姑是一门大学问，究竟怎么奇怎么切，继续看下去。奇姑冲洗法，将菇类放置在流动水下方进行冲洗，小心刷洗机擦拭菇体表面及皱褶处。浸泡法，求一容器，将菇类放入清水中，水位盖过菇类，用手轻轻拨出脏污，按打一下。金针菇清洗法，将金针菇环带切除根部，在袋中加入水，捏紧袋口，用上下摇晃或搓油方式清洗金针菇。切菇，总共有这六种菇类：袖珍菇，顺柱纤维纹理时下呢，保留长纤维，入口较有嚼劲；杏鲍菇，使用滚刀切成块状，或依贩售大小分切成不同大小块状；金针菇，撕成小株或切成片状；香菇，可保留整果油炸，不太大朵可对半切；红喜菇，先对半切开后，以倒 V 方式切出根部泥沙，接住将红喜菇撕成小株即可；白精灵菇，直接将表面清洗前净即可，无需分切。替大家再整理一次。